侵这里，跟我来。小心前面的魔能者。君王夺走光明核心，魔族产生致命伤害，只有天命之子才能调动他的力量。该提升下 APN 了。只要获得所有部件，就能解锁强力机甲。真正的战士不会退却。不能让君王夺走光明核心。看看，后来，我们得救出他们。
魔族必将为他们的恶行付出代价。这就是光明核心。只要获得所有部件，就能解锁强力机甲。这位少年，我看你骨骼清奇，是万中无一的异能者，维护世界和平就靠你了。出来混，迟早要还的。